怎么拿的一模一样，正宗的，no kid。 温度这里一个氨气的，这个不动的，那个是炉膛的炉温，八百多度。炉温应该是这个，这个还八百八很不够啊，按道理要九百啊。八百八行的了。行了，没有那么白。但是你们调好的，我都没。调好的了。一般我们是有时候八百八到九百或者九百二。九百二就最好。啊，因为呢，它那个氨气分解的话呢，有八百八已经足够了，看你怎么。如果你开亮大的话呢，八百八，你不是你退火，你要白的话呢，你就温度要调高点。对呀。啊，但是有些不要求。 很白的话呢，啊，它就可以把它。我的意思呢，把这调高一点，要白一点，是吧？啊，但是调高的就比较快，亮，开坏，快什么？还原吗？这个里面的氨气会容易损耗越快吗？啊，大的就便宜一半。对呀。那调八百九百不是更好？对呀，也不用换啊。 不是硬哦，哥，里面很多银哦。<笑>嗯，你这手机多少钱啊？放在手机上，万一等银了。不要打结，一打结就容易拉断。 听到吧，够力了啊、哦，力度是够了，再可以再好一点，但是基本上没问题。是啊，力度很大了，拉都拉不动了。